先自我介绍，我是传送大哥，我们要去便利商店，我要带着这个面具去结账，还要买东西。甜姐姐，你有信心吗？有。妹妹对哥哥有信心吗？有。好，走。哈哈哈。现在很难走，不知道你怎么走到我家。对呀、啊。你会怕吗？有点怕。有点怕哦。因为都想过很久了。你说想做这件事很久了。小玉一样，妹妹你会紧张哦。对呀、啊，这里车很多哦，走里面，走里面，走里面。很多人直接把目光扫到我身上，我觉得很奇怪耶。你喜欢吗？喜欢。好，等一下，姐姐先扫实名制。我们要进去到咯。啊，要买什么？我运饭团，运饭团。啊，你要买什么？巧克力。啊，这里是巧克力。哥哥要不要吃这个？没带眼球。那我吃一。视力下落一千。运饭团在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巧克力啊，对啊，你要那个吗？对。那你把金沙拿回去吧。给他拿回去吗？对啊。钱给你。那、啊、你面具啊。加油！哥哥加油！那先拜文多加的嘛，要不用。哦。还有妹妹的巧克力。妹妹的巧克力是我的。哦。哦，好漂亮哦，宝可梦。很尴尬，很尴尬。你不是喜欢吗？对啊。那你会害羞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他拿下来了吗？没有，我在拖。妹妹，你有没有觉得哥哥很勇敢？哥哥很勇敢，都没有被人家抓到哎。现在买完了。对呀、啊。你要带好啊。对你投第一个超有感觉。怎么样感觉？还行。还行。妹妹，你有没有觉得哥哥很厉害？很厉害。很勇敢的，对。你是不是连预饭团都不会开？我吃这么多年了。你要这样吃吗？我以前小时候还不会吃预饭团。为什么？就没弄好啊。有成功吗？没有到，没有到。很难的，看起来超愚蠢的。好了，那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大家好。你刚好你害羞了，突然很害羞的，你平常不是这样的啊？知道啊。